直播吧，7月11日讯，国女副主席发内地，近日做客了 Amali 五的电视节目 Balalaika， 他谈到了 C 罗的转会，也谈到了蓝黑军团的转会策略。关于 C 罗转会尤文，这是世界级球星给我们联赛带来的财富，影响不仅仅是体育领域，还有经济领域。我确信这对所有意甲球队都是极大的刺激，它能促使其他球队加强引援。关于 C 罗为什么不去国米的问题，我们有其他类型的目标，我们对今夏的引援战役感到满意，国米正在补强球队，从今年开始我们的目标就是找回竞争力，欧冠联赛就是我们的起点。 C27 是职业球员，是超级巨星，在尤文他不会遇到问题，他知道如何拿出最好的表现，